Hello， 我是紫星星，这是今天的示范 model 阿啾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Clio 新款的不断电双色斜角眉笔。那这款眉笔的特色就是它是一深一浅的，所以你可以很自然的描绘，然后它就有自然的斜角，无论我们在画平的或是要拉角度都非常的好用，可以一笔到位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下吧。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这个眉笔打平，眉头的部分，然后整个大概颜色的打底抓型。然后第二个步骤就可以把这个眉笔打直，刚好可以画在这个角度的地方，把眉尾的型拉出来。这上色非常的好上色，而且也不会黏腻，它油脂分布的很刚好，很平衡。第三个步骤就是打开后面的梳子，我们可以往上梳整，顺着眉毛本身自然长的眉形，然后它也会有让眉毛看起来有自然根根分明的感觉。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用深的部分，在眉毛本来就比较有空洞、比较缺乏的地方，你可以自然的拉一点线条。好。